打 game 里面打怪，现在一直要进展到最难的这个魔王哈、哦，魔王要出现，就是说刚刚我们用录制的，现在的话要自己撰写，那可是自己撰写的话呢，我要怎么样把刚刚那些哈、哦、变成 VBA？ 哦，我讲过 VBA 有两种，如果要自行撰写的，一就是什么呢？自己撰写按钮，当然我可以按下一个按钮叫刮胡自串好了，不要聚集。第二个呢，再写一个清除，也不是聚集啊、哦。这边所以，也许我们增加两个按钮嘛，一个按钮是刮胡自串，一个按钮是清除。但是这是要自己写，不是录制的哦。好、哦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 VBA 的第二种形式，就是这个要在这里怎么样，插入一个自定函数，那函数名称也许叫什么？哎，叫刮胡自串函数好了。哦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。那我们要把它达成，那怎么做哈、啊？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分别来看，一，先在这个 Visual Basic 打开来，二的话呢，我要跟聚集分开来，所以按右键插入一个这个模组哈、啊，这个模组的话呢，我讲过了，那个现在叫 Module 2吧哈、啊，如果你要换个名称，也许你可以怎么样，把2 delete 掉，加一个底线 VBA 吧，好、啊，也许把它分开来 ，Enter。那这个模组就是放 VBA， 那 module 1的话，如果你要两个做区别的话，你可以叫 module 底线，也许叫聚集吧，哈，或叫 macro 都可以哈。也许这边的话，我把它叫聚集啊，因为这个刚有同学问说，能不能再细分哈？其实也可以啦，如果你希望程式还要再细分，你可以自己再去做分类。那怎么分类呢？就再插入一个模组。再把某部分的程式贴过去就可以了啊，它可以做很多个模组，不过我觉得刚开始初学啊，应该不用分那么细啦啊，没事分太细有时候你也找不到，干脆就先放一起好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先插入一个这个 module， 名称改一下，也许叫底线 VBA。 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希望呢这个 module 的名称啊，叫做什么呢，叫刮胡自串好了啊，这个名称的话这我刚刚漏掉，我把它补回去。哎，这有错哈、哦，把它补回来。这刚刚不小心 delete 掉哈、哦。OK， 好，那再来就是说呢，我要在那个 module 里面哈、哦、做第一件事，上方有个插入程序。所以如果 VBA 你要做按钮的话，一定是插入一个程序。那程序的名称叫刮胡自串，所以把刮胡自串四个字输入，按个确定就可以。那形态的话，预设是 sub， 我们就用 sub 按确定。好，第一个就完成了。哦，就在 module， 然后插入程序哦。OK， 那插入程序记得游标要放在右手边，名称叫刮胡自串。好、哦，第一个就完成了。那第二个我要做什么呢？基本上哈、哦。我们就是在刮胡自串的这个 sub 里面到 end sub 中间呢，要撰写我们需要的程式。那我们需要撰写哪些程式呢？我按一个 tab 键啊 ，tab 键表 tab 键啊，表示在里面开始撰写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可能会需要注意，第一个我要做什么？找什么呢？找我那个储存格里面啊的资料放到这边来。那可是我有很多个资料。第二列到第十列，所以我可以撰怎么撰写呢 ？For 先写一个回圈哈，上个礼拜讲的 For i 值列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第几列？第二列到第十列啊。假设我先打第十列啊，当然后面可以改 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， 意思先告诉他说啊，我的范围是在哪一个范围？第二列到第十列哈、啊，再按个 Tab 键哈、啊，在 For Next 中间按个 Tab 键，我要做什么呢？第一个呢，哎，我要找一下有没有前刮胡。那有前刮胡，我先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记录下来的话，我需要有一个变数让我暂时存放。那我先自己先产生一个变数吧，哈，名称也许叫 A 好了。这个 A 的名称是自己取的，哈，等于什么呢？我要去找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，找什么呢？有没有前刮胡？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，VBA 里面的函数，哈。不完全跟那个 Excel 里面一模一样， Excel 里面用 file 啦，可是在 VBA 里面、啊、它没有 file， 它换了一个名称，它叫什么呢？它叫 INSTR INSTR、啊、所以这个名称可能稍微记一下、啊、前刮胡
好，一样哈、哦，他会问你说你要从第一个他会出现什么 start，哎，从哪一个字开始？那我不要，因为我反正从头开始。那第二个问题是顺一，顺一指的是说你要去哪边找？哎，我要到那个储存格 sales 前括弧哪一列第 i 列逗点哪一栏然后 A 栏里面帮我找找看，哎，有没有那个前括弧逗点？哦，到 A 栏的储存格里面找找看，有没有前括弧双引号？哎，前括弧再一个后双引号，再后括弧一下。好，这样子打完，意思就是说哈，帮我在 A 栏的这个储存格里面找找看，这个它会先从什么了？二开始嘛，先找到哎这个资料抓过来，找找看有没有前括弧啊？如果有前括弧，帮我先放在 A 里面，好、哦。然后呢，再来找后括弧，Enter 一下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把这一行哦复制。我习惯是 Ctrl C Ctrl V，或者是拖拉加 Ctrl 键。哎，这边再产一个 B 是找什么呢？找后括弧，找一个后括弧。OK 哈、哦，应该可以看懂吧？啊，特别注意哦，Insert 这个函数哈、哦，它跟 Find 函数最大的不一样是，哎，两个顺序刚好颠倒。find 函数是先找前括弧，再到哪个储存格啊？它刚好前后颠倒了，其他都一样哈、哦。好啊，如果有找到的话呢，insert 函数呢会返还第几个字，跟 find 一样。那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它返还会是零，零表示说哦找不到。那 find 函数是什么？一个仅 value 啊，两者差异在这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哈、哦，如果有找到的话，哎，如果有找到，我要做什么？帮我把它切割嘛，哈、哦，切割完之后放哪一个储存格呢？放在 B 栏，所以其实可以把这个储存格的位置，Ctrl 键按住哈、哦，把它改成 B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帮我把最后的查到的结果帮我切割，那切割一样用 mid，哎，在 VBA 里面的那个 mid 函数哈、哦，用法跟在 Excel 一模一样，这个是一样的哈、哦，前括弧他问说，哎，你要切割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啊？那我要切割的是 A 栏啊、哦，所以一样、哦、把这个复制啊，我习惯是复制过来，把这个改 A 啊、哦，帮我到 A 栏里面找找看哦，有没有那个资料？逗点。第二个，他会问你说你第几个字开始啊？那我要从那个前括弧的位置是 A 怎么样呢？加一嘛，A 指的是前括弧的位置啊、哦，逗点。那几个字啊？就是 B 减掉 A 再减掉一嘛，这个有印象吗？我们刚刚不是也做过类似的，只是说换了一个逻辑哈、哦，然后括弧就可以了。好，基本上的话哈、哦，这样子大概就已经完成我们要的。嗯，不过呢哈、哦，这边我们来执行看看，基本上我把它先 run 一下啊。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按 F8。把它逐行执行，F8 这边有个侦错哦，这边有个 F8 嘛哈，侦错的话就是你可以逐行去跑了，或者你可以按执行，不过全部执行的话，不是很确定结果会怎么样，所以第一个当然它找不到00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像这个赵大鹏这个里面没有那个前括弧跟后括弧，所以零跟零，那再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呢，会有个问题怎么样呢？按 F8。他会跳出错误，跟你讲说，哎，你给我的讯息好像有点不太对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切割嘛。可是你会发现哦，这边有个什么零加一，哎，从第一个字，这个 OK。可是问题呢，这边什么零减零再减一，有没有？这个减完之后变负一啊，负一意思是说那个字串要切割的长度是负一，哎，负一。mid 会觉得说，嗯，没有这个东西吧，哦，所以在这里会产生错误，所以要怎么去避开这个错误呢？我们可以在这边哈、哦，多写一个逻辑判断，什么逻辑判断？if 什么呢？a 或者 b 等于零，我刚刚讲过，a 跟 b 哈、哦，如果等于零的话，表示什么？找不到前括弧，或者找不到后括弧，那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个什么 a，假如它不等于。不等于这样，不等于零的话，我才要去做切割。反之的话呢，我就不做切割。那我可以怎么写呢？A 不等于零，哦，then，好，
才去做底下的事情。那底下哈、哦，这边我们再加一个 end if， enter end if， 因为有 if 的话，一定要有 end if， 结束这个 if。哦，那我们可以把这一个逻辑放在外面，程式再往上拉，让它判断一下 A 是不是等于零。如果等于零，就不能进去切哦。如果不等于零，表示才有找到啊，这个有没有呢？这个没有，所以 F 8跳过了，有没有？意思就是说哈、哦，哎，没有找到刮胡啊，那没找到刮胡就不去处理了。好，来再下一个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哎，再下一个应该是找到什么呢？赵刘云这个。里面有没有前刮胡呢？ F8 看一下，好像应该有。哎，三有没有？在 F8， 再来就是找后刮胡九。哎，那它是不是不等于零呢？哎，里面有刮胡，所以跳到哪一个呢 ？F8 跳到这一个才会进去。因为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它就不会进去。哦，如果有找到的话，它会帮我做什么呢？切割，所以后面的东西切割完之后丢到 B 栏。好、哦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。切割到 B 栏的结果哈，来看一下这个哪一块哈 ，F8， 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基本上如果没有就跳过去保持空的，如果有那就进到这个里面的叙述，好啊，把串切割完的东西丢到 B 栏的同样位置，哎，在这里 ，OK 哈，把资料丢过来哈，那一样啊，当然底下的做法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再跑一个哈，然后。下面一个是刘松，刘松他是三八哈后刮胡，然后哎 A 是不等于零，不等于零，所以把它切割丢过来 ，OK， 那其他都一样嘛，所以我就让它全部跑完 ，OK 哈、哦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，刮胡自串的这个 sub， 那另外清除的话哈，其实你可以再插入一个清除啦，啊、写法其实你或者你可以把上面这边直接拿来复制。好，然后贴到底下之后哈，把这个刮胡自串改成清除。哦，然后呢，做什么呢？就是帮我把哎，其实 for 回圈 for next 这个留下来，其他的都把它删掉。然后 sales B 实际上就是把 sales B 栏里面的资料哈，塞一个空的给它就可以了，空的。哦、就留下类似像这样啊 ，B 栏资料里面塞一个空的，那我们把它执行清除看看，好、哦，执行 ，OK， 那这个时候的话啊，旁边的资料呢就被清空了，所以会有两段程式了哈、哦，啊，当然这个程式基本上又比那个上个礼拜讲的又稍微困难一些些了哈、哦，然后细节的话，我想哦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我们的讲义里面哈、哦，应该在讲义里面的这个。刮胡自串这边也有，那不一样的地方是哈、哦，我有在那个每一行的上面哦，有多增加一些注解。那刚刚写的时候没有加注解，我是建议啦，如果以后呢，你想要知道每一行每一行的作用哈、哦，建议呢还是加一下注解会比较好，因为会将来你自己看也会比较清楚。OK，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我刚刚写的。